我听说今天来到现场，您其实还准备了一个不错的节目，现场给我们展示一段是吗？我要表演一个模仿秀。模仿秀。但是我先不告诉大家我要模仿的是谁啊，我在模仿完啊，让您还有大家猜一猜。可以啊，这是我们最爱干的事情了。那现在可以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先鼓掌后欣赏，好吧？掌声送给他。您上次为什么没来呀？唉，我上次为什么没来？是因为没人找我。他爸爸正在那遛弯呢，哎，看见前面有一个根雕，他爸爸盯着那个根雕，干干巴巴的，麻麻累累的，一点都不圆润，弹它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干干巴巴的，麻麻累累的，一点都不圆润，弹它！小孩嘛，在那站着，你说傻他又不傻，看着晾的那衣裳，大绳搁那晾着。小偷过来了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一看不认识。小虎，小虎啊，那这样，咱俩玩行吗？我陪你玩。我告诉你，我叫逗你逗逗你玩，我姓逗，你说我名字，逗你玩。哎，对，小虎。逗你玩儿，小虎，逗你玩儿。哎，对，这个姓逗的呀，就把小虎他们家的那个床单子呀、被褥子呀，那脸吧脸吧都拿走了。小虎一看，给我们家东西都拿走了，对吗？就找他妈妈去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咱家东西让人拿走了，谁呀？你玩儿，一介倒霉孩子。刚才这段模仿秀特别的精彩啊，这里面有很多名家的我们熟悉的这相声演员的影子啊，有这个马三立老爷子，嗯，还有岳云鹏，嗯，还有一个潘他啊，孟鹤堂，哎，对不对？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果果，太棒了。